新金瓶梅女主角，号称中国内地第一艳星的龚岳飞，近日亮相河南省焦作市某酒吧捞金。几近全裸的龚岳飞穿着透视装，热舞中频频走光，激奶巨乳和挑逗语言让现场观众几近疯狂。龚岳飞更是再次叫板苍井空，自比中国宅男心目中的女神，呼吁大家让苍井空滚回日本。